现在跟纽宁镇的那边的人都联系不上，电话也打不进去。现在，目前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在网上视频我们也看到了，它就是已经淹到了一楼，已经淹过了。现在那个我们这边水洲市的市长跟市委书记跟县委书记他们都已经过去了，但就因为信号中断了之后，现在也联系不上他们。消防的跟人文部的也都进去了。最开始的时候好像可以进去，但是现在就是已经进不去了。然后之前的电话，也是通的，但是现在电话也不通了。具体的那个水位涨到那个超过那个一楼是不清楚，但是它4点多的时候，那是那个纽宁就已经下了200多毫米的那个降雨了。它就是应该就是那个下雨下太大了，下太急了，然后它也只下的那一块儿，就是下到纽宁街，就是纽宁它街道的那一块儿，它就下雨就只下了那一块儿，别的地方都还好。